嗨，欢迎大家到 KNJ 聊天室，我是朱丽华，我是凯西。对，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打招呼吧。嗯，就是刚才好可怜的，有一点感觉。就是我们最后跟就是一起拍，然后跟你们说嗨。对，嗯，就 KNJ 从今天起就结束，因为我要回国。我可能你们看影片，我可能已经到了法国，可是我们两个就是还会就是自己拍一些影片。嗯、你会拍什么样的呢？还不知道，没有，还不知道。没有，我就是我的 YouTube channel 有一些自己拍过的，然后接下来我希望可以拍更多，就是好玩的，或是就想到什么都可以拍。嗯，不，就是看。一个人拍，或是可能会邀请朋友，或是老公，可能也会再一次出现之类的。对啊，帽子吗？对啊，这一次不想露脸，很烦哎。对，没关系。反正 KNJ 结束不代表我们不会再拍影片，嗯、所以还是要继续支持我们，然后对，就是可以期待更多更不一样的影片。对，像我会法国。我会拍一些法国文化，就是教法语的影片，然后就法国的生活那种 vlog 吧，然后希望你们会更了解法国的。我是要回两年，至少会在法国两年，所以两年多可能就不会再见到我，可是影片中就可以看到我，然后我会继续在 IG、FB 直播，然后。写一些文章啊什么的，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我在法国的影片。嗯，对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在 IG 一起直播，也对啊，蛮好玩的。如果时间可以的，因为时差，但是时差没有很差，其实就留到七个小时，还好，就是我吃午餐，你们会吃晚餐。反正我很期待看你的影片，就是一定会蛮有趣的，因为我这是该 ，My God，Stop it！我也期待看你的影片，我觉得会很有趣，嗯、就是回去法国会有不同的内容。对，我也希望你可以多拍一些。谢谢，加油！谢谢你们看，对，谢谢你们支持，真感谢你们支持我们影片，然后就一直看看我们影片。嗯，因为我们刚开始就觉得就没有很多自信啊，其实就是对啊對，我们本来不太知道。会不会有人看？就想说可能几百个人看而已，嗯、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支持我们，然后留言什么的，就觉得蛮开心的。对，就这样子吧。嗯嗯，那在 IG、FB 和其他影片线呢？嗯，哎、hey, come here. Not interested. Yeah. 如果你们喜欢看更多的影片，可以就是订阅开心，然后我的频道就会更多的影片。然后如果有支持我们，多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们影片。对，还没有看到 KNJ 的影片的话，那就可以，就是可以看啊。对啊，你可以一次看全部的。对，对对，就这样子。那拜拜哦，拜拜。